小狐狸迪迪玩具。今天我们制作的是弹珠撞击轨道，红色 red， 右边放入红色弹珠，左边放入黄色弹珠，黄色 yellow， 最后它们会在轨道的中间相撞哦。那再放入紫色吧，紫色 purple， 蓝色 blue。那我们给隔壁的轨道也放一点弹珠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弹珠，都是大颗的彩色弹珠哦，比我们平时的弹珠还要大好多呢。而且这里面好多种颜色。那小朋友们，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的弹珠吗？现在左右最边边的两条轨道都装满弹珠了哦。那我们开始给中间的轨道也放一点弹珠吧。这一次我们放的是小颗弹珠，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弹珠哦，轻松的掉进这个轨道里面。那有没有小朋友能数出来就究竟装下了几颗弹珠呀？这么多的弹珠我也数不出来的，这大概应该有100颗了吧。不过最喜欢的还是里面的黄色弹珠哦，黄色 yellow。感谢观看小狐狸迪迪玩具，要记得关注我们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